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大海。这个橡胶呢是我前两天收的一盒，完了，但是这盒橡胶嘛，我就不准备卖了。我把这一盒橡胶呢，里面这个橡胶呢，我全部呢都送出去了。我是怎么送的呢？大家看我手里拿这个挂件了吧？这个挂件呢就是汽车的挂件，完了也可以挂在脖子上，挂在胸前。这个挂件呢是纯手工给制作的，因为我家乡嘛。有山上有一个民族，他叫奥杜古雅鄂温克，这就是他们民族的手工制品，这都拿手工给制作的。这个东西呢，它这个名呢叫太阳花，这个毛呢都是纯貂毛的，就是挂在车里、挂在脖子上的，纯貂毛的。看看太阳花，这东西老漂亮了，看太阳花。这个橡胶吧，我给每一个就是在我这里买太阳花的客户呢，后面呢。别了一个老毛主席像章，我给它往后一别，然后挂在车里还挺漂亮的。这个是背面，然后这个是正面，这是正面。咱们现在上车里啊，上车里给它挂上，完了然后看看什么效果。大家看见了吗？我现在把这太阳花呢已经挂在车上了，大家看看效果怎么样吧？看这效果，这个是正面，看太阳花，这是正面，这都是貂毛的。完了之后呢，这个是背面。完了之后这么一挂呢，从前面呢还能看到毛主席像章，还能保平安。你看我这车上，我这么挂了一个，因为我每天都收像章嘛。我收了一个像章之后呢，我收了一个大的，要我挂在这个车的坐垫子上了。咱们下车看看效果啊。看，这是车里。再上前面。看看这个效果，漂亮吗？看这多漂亮，挂在车里了。大家要是有想要这个太阳花的呢，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然后下单就行了。要是找不着链接呢，就是点击主页，然后在主页里面点击橱窗或者店铺，在店铺里再找太阳花。下完单以后呢，每天都发货啊。比如说大家就是下完单以后呢，发现我两天没发货。是啥原因呢？可能就是这盒那橡胶啥的直接全部给送完了，然后呢我还得继续收去，但是我每天都收货啊。这个挂在脖子上也可以，然后呢挂在车里也可以。挂在车里的效果看见了，挂在脖子上的效果呢，那个我现在要我妈挂在脖子上，然后给大家看看啊。大家看看啊，我妈呢现在已经把这个太阳花挂上了，这个太阳花这个绳啊是高低可调的啊，到时候大家回去一调就行了。看下太阳花。让我妈带着太阳花在院里给走走，你从那边妈再走走，我让大家看看效果。走走太阳花，转过来吧。对，转过来，对，再走过来，你松手，对，这个太阳花挺漂亮的，挂在身上挺漂亮，它是个装饰品哈，纯貂毛太阳花。行，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啊，然后咱们明天再见。